反反复复的打起世家，陈炯那么不堪吗？你非要拆断家庭？这玩意儿胡说吧。不会，父亲两个人打打闹闹是正常的吗？这婚不能离，院子外太太都对，非常的好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好吧，不能让别人随便推你的。 你要让雪花和我一起，你不喜欢你也不能随便推你。爸爸也喜欢你呀。你们都有母亲、妻子、女儿，如果他们像我一样被伤害，不会理解。 大家快放！妈妈！妈妈！你拿枪做我是不是？闭嘴吧，你闭嘴！不要让孩子生活在暴力和恐惧之中。